继续开会。向大会报告，今天下午的议程是财经部门业务报告及质询，请各单位在报告前先介绍单位内新任的主管人员。首先，请财政局检局长做业务报告。召集人邱议员，还有在座各位议员女士先生，还有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那今天先由我们财政局来做业务报告。在报告之前我介绍我们财政局部门的主管。首先介绍我们曾美妙副局长，曾纯倩副局长，李琼慧李处长税捐处，我们高雄银行黄满生黄总经理，好，王副总经理黄副总经理黄忠顺，还有我们顾问徐翠美徐顾问。好，接着由财政局来做我们这一次的业务报告。这一次报告分成三个部分：重要业务的执行概况，还有未来工作的努力方向，还有结语。首先先报告今年度整个税入预算执行的情形。那税客收入，我们预算数是687亿多。到十月底为止我们收进了504亿，达成率是73.34%。非税客收入的部分预算数是201亿，到十月底为止，我们已收了112亿多，达成率是55.86%。那税客加非税客，就是所谓的实质收入，预算数是888亿多。那现在实收数是616亿，达成率将近70%，69.38%。那补助收入的部分预算数是241亿，那现在实收数是182亿多，达成率是75.82%。整个税入整个预算数是1130亿，到八月底为止收了将近800亿，799.59亿，整个达成率是70.76%。那刚刚讲的三项税入，我一项一项说明。第一项先从税客收入，下一页。税客收入税客收入包括我们地方税跟中央税，上面几项是地方税，下头的遗产赠与税，还有中央统筹分配税，还有N9税是中央税。那整个税客收入整个预算数是687亿，看这一张表。那目前剩下地价税目前开征中，所以执行率目前的统计数字比较少。那其他的陆陆续续都已经进账了，包括有些都达成预算数还超过100%的，有些还可以继续收，像土地增值税各方面。这边看到的地价税目前是正在收取当中。那房屋税预算数是88亿，那我们目前已经收进了有93亿多，达成率是104.75%，这个是比预算数还超收的部分。另外使用牌照税也超收了一点点，上面第二项使用牌照税也比预算数多增加了将近1亿的收入。另外还有这两项目前是超收，那其他的部分还继续在收取当中。当然地价税我们今年预算数原编是99.5亿，那我们税捐处给我的资料，我们现在开单数是将近130有120几亿。这一项我想各位议员非常关心，等一下各位议员有所垂询的时候我再分别说明。好，接下来那非税客收入的部分包括罚款、规费、财产还有营业盈余各方面。那罚款
啊，罚款的部分预算数是 20.96， 那其中最大的一宗是交通罚款是15亿，那整个各局处的罚款是预算数是 20.96 亿，到十月底为止目前收进来有 12.48 啊，达成率将近 60%， 那规费的预算数有53亿多，目前收入已经有51亿多，达成率是 95%， 财产收入有预算数有57亿多，目前实收数是20亿多啊，达成率差不多三分之一，只有 35.48。 那营业盈余这个部分啊，预算数有24亿多，目前进账的只有1亿多啊。营业盈余大部分我们都要求各局处的营业盈余还有事业收入在年底缴，应该下一季到年底的时候就会来实现。捐献及赠与收入预算数有12亿多，目前收进来有7亿多，达成率是55.4%。其他收入有31亿多预算数，那现在实收有19亿多，达成率是60.81%。这是目前非税客收入的预算执行情形。那整个接下来报告明年度总预算收入的筹编情形。明年度我们税客收入，我们编列703亿，比今年的687亿多了将近16亿，多了15.9亿。非税客收入，我们明年度编了214亿多，比今年201亿多了13亿多。补助收入298亿，比今年的241亿多了56.84亿。所以整个税入，明年度的整个税入，我们一共编列了1216亿，比今年的1130亿多了86.33亿，多了86亿，这个成长幅度还蛮不错的。另外，我们为了弥平整个预算的平衡，我们也编列了公债及设计收入是108.59亿，跟今年的108.46亿差不多。所以整个我们整个明年度的税入一共总收入编列了1325亿，比今年的1238亿足足多出了86.46亿。那接下来报告我们各位议员也非常关心的债务的情形啊。那到十月底为止啊，我们的预算数整个总预算的债务余额是属于总预算的部分是2318亿，但是我们实际到目前实际举借的是2222亿。那属于结应基金的非自偿性这160亿，在早几年前已经借满了，所以整个受限债务，就是依公债法所讲的受限债务的未偿余额，预算数是2479亿，目前实际举借的是2383亿。那不受限债务的，就是属于自偿性的部分呢，我们预算数是539亿多，那实际数464亿。那整个我们举借债务的情况是这样啊。那到明年度为止，我刚刚讲了，我们明年度也编了108亿，但是明年度108亿里面，其中有35亿多是还本的部分，实际净举债就是收支差短的部分是73.09亿。那整个包括整个预算的累计债务未偿余额到明年底为止是2552.65亿，这是依据公债法所算出来，我们高雄市整个到明年底为止的累计债务未偿余额。但是依据公债法，我们算出来我们的举借的上限，依照这个法令的规定呢，我们现在举债的上限是整个占我们 GDP 前三年 GDP 的1.83%，这样算的话是3035.08亿，这是公债法给我们的规定是这样。那以我们明年度整个未偿余额是2552亿，所以到明年底为止，我们的剩余的举债空间有482亿4300万。整个债务占债现比是84.1%，跟中央是差不多的啊。
跟中央目前的举债的这些债券比是差不多。好，那这一张表啊，显示的就是我们整个净举债预算数逐年下降，在各位议员的督促之下，我们从县市合并的100年，然后逐年的整个不管是举借债务的预算数跟实际数，各位看那个属于棕色的啊，棕色的这个部分是预算数，像100年度我们预算是编列166亿，但是黄色这个部分是我们实际举债的部分是142亿，也就是说我们在预算数的举借上逐年是降低，从166、161、135、126、115，今年是73.46亿，明年我们编的是73.09亿，这是整个预算数。但是我们实际我们执行比我们的预算数都还要低，就从100年开始呢，我们举借是142，100年我们是161全部借了，然后115每年啊。115比135就少了20亿，然后103年度106比126也少了20亿。那去年决算104年度我们115亿，但是我们实际是举借85亿，也是逐年降低。也就是从这一张图显示，我们高雄市政府的举债虽然看起来是很高，但是我们逐年降低，我们实际在执行的时候更把它控管在更低的部位，我们的财政已经逐向走上稳健的地步啊！从这张表可以显示出来。好，在债务的方面，我们除了刚刚讲的，我们逐年把债务减低下来，我们也是积极管理债务。那我们会看着每天观察事故的余处来，大额住户的时候还要通报我们财政局来加强市库的现金调度。那透过利率观察，利率的变化是每天都在变化的。我们当然是找低的利率来先举借低的利率来还高的利率。这样的结果呢，到105年度今年度呢，这到10月底为止，我们是省了1亿多啊。不过我有跟我们的同仁要求到年底是不是更能够省得更多，我相信决算出来会比这个数字更好。还有一项就是大家应该已经了解，就是市政府经过各局处的努力，尤其市长的带领之下，整个团队我们努力争取，终于获得了行政院劳健保欠费的部分呢，获得了一些财政正义啊。那中央已经决定，已经核定了，就依照台北市的补助比例相同来补助我们高雄市。也就是说，台北市这几年的劳健保大概他整个要负担1800多亿。补助了他300多亿，大概20几%，就以这个20几%补助我们高雄，我们高雄也是这几年大概算起来要800多亿，那20几%就是补助我们170几亿，扣掉我们已经补助，原来补助台北是300多亿，补助我们才30几亿，目前他就以同样的补助比例来给我们高雄市，所以核定再增加一共刚刚算起来20几%的这个比例有160几亿，扣�掉已经补助了30几亿，目前核定预估我们未来几年它会补助我们127亿耶。那在明年度的预算，它已经先核定先给我们26亿多啊，这一项先跟议员做这样说明。那财政局也是积极就是开源节流，在各局处的努力之下，也初步有一些具体的成效。103年度呢，我们整个开源节流的绩效一共达到将近239亿，开源加节流。去年104年度呢，我们这个开源节流绩效有226亿，将近226亿。那今年度上半年，我们已经做了统计，上半年度我们的开源节流量化的绩效一共有88亿多，跟议员做一个说明。好，接下来刚刚都是财务管理的部分，接下来就报告我们税务跟烟酒业务的
执行状况。那在今年的10月12号，我们为了提供更好的税务服务，我们在我们12个税捐处有12个分处，原来在原高雄市的部分有9个分处，在高雄县的部分有3个分处，我们就决定做了一些调整，就是在分处12个分处不变之下，我们调整了一些分处的业务，做一些整并跟一些配置，所以在10月22号，我们就新成立了一个大寮分处，就近来服务大寮区跟林连区的居民，在10月12号已经揭幕了。那这个分处，我们是整并新分处跟林雅分处，把2个分处，因为他们地缘也很近，服务的人口也蛮集中的，我们把这2个分处集中并为新分处。那明年底我们又要成立一个仁武分处明年2-3月间我们要成立仁武分处，我们做了一些调整来扩大我们的税务服务，这是做一些组织上的配置，希望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些服务。那荣誉会部分我们到今年9月呢，我们整个几家的荣誉会，我们预取放款呢，从去年呢预取放款有将近16亿15.95亿呢，在我们的辅导之下呢，今年已经减少为9亿9000多，将近不到10亿，整个预放比例呢从1.91%降为1.2%，整个预放比降了0.71%。那烟酒查缉的部分，那我们平常我们烟酒管理科呢，都进行一些抽检的这些查缉。那整个应查的家是有839家，我们有烟酒的这些厂家有839家。到目前10月的执行情形，我们已经实际抽查稽查了774家。所以执行的成果已经达到92.2%。那我有要求我们烟酒科到年底之前一定要达到100%，甚至超过100%。那到10月底为止呢，我们查获的绩效在香烟部分呢，我们已经查获到的违规这个私烟有370万包多包整个市值是1亿7000多万。那前两天我参加财政部的整个烟酒查缉汇报，现在全国今年的查缉绩效是800多万包，那我们高雄市就查到370万包，占了全国的40%，也就是目前这个查缉绩效是全国占列第一名，但是第二名要超越我们，我看起来好像很难在酒的部分酒的部分我们也查到了23万多公升整个市价是738万多元，目前酒私烟私酒的绩效都是占列全国第一名。那查获之后经过行政程序的处理，如果确定已经成案的，我们也要做一些销毁的动作。那今年我们已经销毁了私酒有15000多公升，销毁的私烟有330万多包。那在财产管理局开发的部分，那我们整个私有财产的这个价值各位看，这是从去年开始行政院规定以公告限制作为统计基础，那整个我们高雄市的私有财产整个价值是一共有，对不起，这个表比较小，我要看一下，一共有3兆5253亿，那其中公用财产的部分有3兆4452亿多，非公用财产的部分有800亿4500多万。那当然非公用在这些私有财产里面，土地是占最大宗，土地是占了94.25%，其他是属于土地改良物，就是房屋建筑，还有一些机器设备、交通设备等这是整个我们私有财产的整个量值。
好，那我们也继续在清理我们的闲置的老旧建设。我们现在经统计，我们市有的老旧建设一共有296户。那到今年10月底为止，我们已经辅导搬迁了150户，另外140户啊，146户，我们还是在寻诉讼的程序在收回当中。在这收回的49笔土地，面积有1.5公顷，市值大概将近10亿元。那我们收回来之后，我们也会积极的办理处分程序，把土地啊，其他还没有收回的部分，我们会陆续来收回。那我们市府也有一些闲置的空间活化，我们从102年度开始，其实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就列管我们高雄市闲置资产啊，闲置的这些空间有21件。那经过本局跟其他局处的努力啊，协助还有媒合调配解决所面临的困境，到10月底为止，我们已经把21件的闲置资产呢，我们做了活化，解除了16件都已经经过活化，解除列管有16件，达成活化啊，整个活化达成率是11%。另外还有5件，我们还跟各局处在协商当中，看怎么活化。那整个我们到10月底为止，各机关的不动产出租有300多件，金额是1亿1000多万啊，这些租金也可以充裕我们的市库。那各位议员也非常关心我们新草衙地区这个专案啊，这个自治条例啊，承蒙议会的帮忙协助通过。我们从议会通过之后，我们公布实施，从104年，就是去年的6月13号，因为我们这个自治条例此一间有5年，所以从6月13号起算5年，我们这个专案的执行期间是到109年的6月12号，截至到目前为止10月底为止，已经提出申购的有574案，也就有700多户，土地有1096笔，还没有申购的有2095户，有2400多笔，也就是说，现在提出已经申购来申购的在案件上还有在户数上都超过了25%。那我们也预计从明年的1月1日开始开征使用补偿金。我想这个依据法令的规定也好，或者依据监察院的要求也好，我们是一定要开征这个使用补偿金，因为所有占用我们市有土地的，我们都有开征，唯独这个地方没有，所以这个对一般的公平来讲也说不过去，所以我们已经决定在明年的1月1日开征使用补偿金。那在今年的8月中，我们已经把开征的通知寄给各个使用我们市有土地几十年都没有缴补偿金的这些我们市民。那11月份我们正式计划了使用补偿金的缴款书，那缴款的期限1月1号开始开征，缴款的期限是到明年的2月3号。那我们的开征使用补偿金是以明年1月1日为基准，往前追收5年的使用补偿金。以前不管你用50年、40年，我们就只开征5年的补偿金。那市有非公用财产的今年度的整个执行情形，我们今年度预算是编了39亿。那因为景气不是很好，我们目前执行一共收缴入库的已经处分的有14亿多，执行率只有37%。那属于标售的部分有10亿多，属于让售的部分有4亿多。那在土地开发方面在各局处的努力之下我们当中介媒台平台，那我们一共目前各机关市有不动产的活化利用情形，一共有74案，其中标租的有38案，设定地上权的有9案，促摊的有27案，一共有74案，整个开发的土地面积有170公顷。
那在这74案里面，民间投资的金额有达到857亿多。那合约期间啊，当然有的合约有高达30年、50年、70年，整个合约期间的权利金跟租金的收入，我们统计的结果超过330亿元。那因为办理这些案件开发的案件，我们也获得了财政部的目前获得财政部的促参奖励金有将近3亿元，有 2.95 亿元。那接下来报告几个比较指标性的案子，就以地上权的案件，我们财政局一共办了2案，一个就是捷运凹子底旁的商业区开发案，也就是旧的龙华国小这个开发案呢，这个面积有 3.8 公顷，那我们地上权设定的期限是70年，我们权利金是将近78亿，那整个可以引进民间投资的金额我们预估有200亿元，那我们预估可以增加的就业人数是6000人。另外我们还在临海工业区的一个二桥段有一个产业基地那个地方的面积有7公顷，那我们设定的地上权期限是50年，那我们整个权利金我们计算的结果是 6.7 亿元，那整个我们估算整个民间投资金额可以达到50亿，那可以吸引的这个厂商的这些就业人数是500人。那这两个案，第一个案我们已经招标过2次，我们继续招标，我们有信心明年应该可以招标成功。第二个案我们最近提出招标，12月15号要开标这两个案我想在未来的期间内我们招标成功就有这样的成果。另外观光局还有2个案，这个各位议员应该也都清楚，就是莲潭湖畔的旅馆招标设定的地上权案是50年的案，权利金有 23.7 亿元。另外还有旗津沙滩度假馆的旅馆招标地上权案，权利金的底价是 2.6 亿元，地上权的期间也是50年，这是四个比较指标性的地上权的案件。另外还有促参案，我刚刚讲的整个促参案是27案，那已经签约的促参案一共有18件，民间投资的金额有303亿，那合约期间的权利金跟租金有85亿多，那已经获颁的促参奖励金是1亿多。另外办理中，还在办理中有9个案，民间投资有37亿多，那合约期间我们预估的权利金跟租金的有21亿多，这个也跟议会做一个报告。下面几个几页就是我们整个招商的一些获得财政部的一些奖项。第一个，我们在去年我们获得财政部的招商卓越奖，那以全国来计算，我们整个去年招商签约的金额达到260亿元，占全国是第二名，占全国的签约金额是 22.9%，仅次于交通部比我们多，但是地方政府来讲，我们是地方政府的第一名。另外我们也这个招商呢也获得财政部颁发，这几年有金箔奖，我们一共获得了6座，分别由水利局、文化局、卫生局，还有人力发展中心、金发局、卫生局获得这个也给各位议员参考一下。最后我们的报告集中支付的业务，那我们集中支付呢到十月底为止，我们支付的笔数有26万多笔，支付的金额有2847亿多。我们现在都采取的一个高比例，就存账付款比例，就是各机关把应该付的款给债权人，我们是直接拨到他们的账户，这个比例我们已经提升到96.79%，就大部分我们都直接拨入他们的账号，这来领现金跟支票的这比例就不高了，所以2800多亿我们都是委托高雄银行这样处理。那接下来报告未来工作的努力方向当然最近行政院又重启财政收支划分法的修法，那我们当然我们也希望在这个中央修法的过程当中，要
我们要来争取我们本市合理的建设财源来支援我们的市政建设。那开源节流措施我们也会继续推动，来控制债务的成长，来创造永续的财政。接下来我们也会督导我们税监处，还有在税监的稽征业务能够继续提升欠税清理的效率，来增益库收，还有一些税监的医化功能，就电脑的医化功能，我们更续来推动跨域，比如跟户政单位、跟地政单位的交流，来提升整体为民服务的品质。好，接下来我们会加强茶器、私烟酒我们这几年都是持续第一名，然后持续跟警察单位、海巡还有关税、国税局来加强查缉，来宣导烟酒法令，来维护民众的健康，来保障合法的权益，进而最重要的我们国家的税收能够确保。还有我们也对新草芽地区，因为我们这个自治条例只有五年，我们财政局会全力以赴来协助申购人来办理贷款缴价，提高申购土地的意愿，来解决新草芽长期的占用问题。好，接下来那我们财政局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担任我们市府各机关的促参的窗口，来协助各机关推动促参的案件，来引进民间资金投入政府的公共建设。民间的资金引进之后，我们政府花的钱就可以相对降低来带动，而且可以带动相关的经济发展，来增益税收，并争取促参奖励金，来挹注财政的收入。好，接下来最后要跟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报告的就是，财政局当然会继续秉持以财政资源建设、以建设培养财政的施政理念，来积极多元筹措的自治财源，同时例行各项开源节流措施，来达到财政健全的目的，全力支援市政各项建设，并且期待达成永续财政的目标，继续为高雄的未来来努力。以上报告，谢谢各位议员，也请议员多多指教，谢谢。好，谢谢财政局检局长的报告。接下来请主计处张处长做业务报告。大会主席、邱副召集人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好，大家午安，大家好。那现在由主计处就这几个月的重要业务办理情形跟未来施政重点作业扼要的报告那在为报告之前，我想我先介绍我们的副处长翁副处长翁太元那我们其他的科长就跟以前一样，我就不再介绍那再来就是针对我们重要业务的办理情形部分有关于税计的部分，审编106年度本市地方总预算106年度本市地方总预算的筹编，更续采行中层计划预算制度，然后依行政院颁的预算筹编原则，还有一些相关规定，然后再检讨本市的各项编制规范跟共同性费用标准，然后将资源做妥善的分配。那因为估计106年度的可用财源跟105年的相当，所以以105年度法定预算为依据，核定各机关106到109年度的中层税出概算上限的数额，然后也持续的原额精简的管制措施，并且要求各机关确实检讨各项计划项目的优先顺序跟效益，并在核定的上限内优先编组法定义务必要支出，还有市府的政策经费那各机关所提出的概算还有其他需求，经过市府计划及预算审议小组的会议那审议的结果，总计编列税入是1216.41亿税出编了1289.5亿，债务还本是35.5亿，公债及赊借收入是108.59亿。那也在今年的9月20
六日送请贵会审议。那在整个税出预算的正式别来看的话，还是以教育科学文化支出占了34.09%最高，社福占了18.85%其次，再其次是经济发展支出占了14.56%。那整个经支门的比例是经常门是83.94%，资本门是16%哈。那另外筹编106年度各营事业基金附属单位预算，那整个附属单位预算编列的结果，业前行基金总收入是88.56亿元，总支出是90.15亿元，那亏处是1.59亿。那在正式型基金的来源是2776亿，基金的用途是2780亿，那短处的有5亿多。那在各类型的基金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债务基金它的金额最多，整个基金来源是2076亿，那用途也是那其次是特别收入基金，这个部分包括教育发展基金、公采跟环保基金，一共有10个基金，基金来源是498亿多，基金用途是500亿，那短处是8亿哈。那第三个就是督促各机关积极办理中央对本府的计划与预算考核，那有在今年7月将考核报表报送中央，那在今年5月的话，也请各机关针对中央要考评的项目自我评量，那评量的结果除了涉及其他县市的比较无法评估以外，其他的各个面向成绩都在90分以上。那第四是修订本府对所辖山地原住民区的补助管考规范，那也在今年的已经在7月的时候，函知各原民区公所及相关主管机关遵循办理。第五是办理我们预算系统的建制作业，因为本市的预算跟会计资讯系统已经程式语言老旧，那我们评估采取行政院主计总处研发的县市预算会计系统，那因为一方面符合需要，而且可以减轻市库的负担，所以我们在今年在筹编106年度预算已经正式启用。在会计业务的部分，就是汇编104年地方总决算及附属单位决算的部分，那也在今年的4月送请审计部高雄市审计处依法审核，那已经审核完竣了，那也在这个会期提请贵会审议。第二个就是办理会计系统的建制，因为我们预算系统在明年采用，那会计系统明年也要跟上，所以我们今年就陆续的一直做一些教育训练，那我们在今年7月的时候会跟现行的会计系统办理双轨的试办，那明年就会可以很顺利的上手。第三个就是辅导各机关学校的会计业务，加强抽核各项会计报告，那我们在5月也已经抽核完毕，那也另外也在办理相关的业务讲习，提升会计资讯的品质。第四是督促各机关执行资本支出预算，那我们在今年5月已经将预估执行率未达90%的机关，那就是可能按月提到市政府会议里面去督促，那这各机关预估到年底的执行率目前是大概将近到93%。第五是落实内控机制，那我们在今年的4月跟6月修订高雄市政府所属机关加强强化内部控制实施方案，还有一些相关的规范，那也在今年的5月完成12大项的共通性范例的研讨，那6月完成的教育训练，那也将相关的资料提供在网站上供各机关参用。第六是汇编105年度的本市地方总预算及附属单位半年结算，那整个半年结算在总预算的部分，那税入的部分，税入分配数是547亿，执行数是503亿，那税入的执行率是92.05%。那税出的部分，分配数是686亿，执行数是607亿，执行率是88%。那税入税出实际差短是103亿，较原来分配数差短了139亿，减少了35亿。
在附属单位预算的部分，营业基金总收入是 1.0 亿，总支出是 1.17 亿，那这半年的损失是 0.11 亿。在非营业基金的部分，基金来源收入是1137亿，基金用途是1054亿，本期剩余有83亿。那主要是交易发展基金的优存还没有转正，还有人事费分配有剩余，所以这个地方就有48亿。那么另外就是平均地权基金土地标售，今年有多了有9亿，那公财基金的分配款也超收了7亿。那在第三个是统计业务的部分，是定期汇编市政按月编汇编高雄市统计快报还有统计月报，然后5月份完成了高雄市统计年报，在8月份完成了高雄市的性别图像，都刊布在本处的网页。那在第二个是推动职务上的应用统计分析，今年的3月到8月一共撰提了13篇专题统计分析跟通报，也在我们的网页上呈现。第三点是精进统计指标的管理跟运用，那更续汇编本市的绿能指标还有宜居环保城市指标，那在今年4月完成了101年到104年的永续发展指标汇编，提供永续会政策推动的参考。第四是推动区公所订定的公务统计方案，那在今年7月完成了草案，那9月的话已经完成审查作业后予以实施。第五是精进资料库系统功能与资料的建制，那在今年8月已经完成了1004种公务统计报表的资料，那也借由高雄市统计资讯服务网提供各界免费查询跟运用。第六，在办理物价调查的部分，那我们按月编算本市消费者物价指数跟营造工程物价指数，那每个月5日会发布物价新闻稿，那也按月编制高雄市物价统计月报。在家庭收支调查的部分，那104年抽选了2200户家庭，那在今年的4月份完成了调查表的审核跟检录，送行政院主计处总处会办，那在8月已经公布结果。那本市104年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是94万6千多，较103年度增加了3.19%。那如果就每人可支配所得来看的话，是31万9千多，较103年度增加了6.33%。第八，关于配合中央办理的各项统计调查，我们有每个月配合中央办理的有受雇员工人力资源，还有半年办理一次的汽车货运，还有每一年都会配合办理的是受雇员工调查等。那这半年来一共配合中央办了10项调查作业。在第九是农林104年农林渔牧普查，那农林渔牧普查在今年的2月成立普查处，在今年的7月31号撤销，那整个普查的表件都已经送往行政主计总处，那整个调查的结果会在明年2月有初步的统计结果会出来。在未来施政重点的部分，第一个是更续管控，缩短财政赤字并减少减债，继续朝财政永续健全的目标迈进。第二个，落实特种基金预算管理，提升基金营运的效能。第三个是更续推动预算会计资讯系统的更新。那除了公务预算会计在106年度正式启用行政院主计处研发的系统之外，在基金的部分，那正式型基金在107年度也将采用行政院主计总处研发的系统。那作业跟营业型基金会配合中央的规划启程，那也开始启用。第四是落实内部控制机制，加强会计的管理。第五，推动继续推广社会经济资料库决策应用的系统，加强化政府统计资讯的跨域整合。那第六是办理105年工商及服务业普查。那105年工商及服务业普查预计在明年的2月6号会成立普查处，那在会做到明年的7月15号。
再来第七是办理105年物价机器的改编，那我们物价每5年重新检讨权数结构跟查价项目，以维持指数的代表性跟敏感度。那主要改编的作业期程会在明年的9月到12月哈。那以上的报告是本处重要的工作及未来施政重点哈。那敬请各位议员、理事先生继续给予指教。最后祝福大家健康快乐，万事如意，谢谢。好，谢谢主计处张处长的业务报告。接下来请经济发展局曾局长做业务报告。主席还有大会各位议员，大家午安了。那我首先先介绍经济发展局的新任的主管，首先先介绍我们的新任副局长王副局长，还有我们工业辅导科的代理科长那个林建良林科长。好，那接下来呢，我很简要的跟各位报告一下经济发展局这一次会期的那个业务报告。那主要分三大项，第一个是我们在治理的部分，经济事务的治理成效，还有推动的主轴，以及我们现在在推动在地产业创新转型的工作内容。下一页。那在经济事务治理成效总共有分6点，请大家参考下一页。在产业辅导成果这个部分哦，大致上我们有几个重要计划，包括 SBI 啊，包括我们鼓励我们的在地企业到中央去争取各种的研发经费补助，还有我们的那个中小企业的贷款，以及协助登陆创柜板，以及我们有一些营造创新的政策落点等等五大的政策内容。下一页。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有关于那个未登记工厂的土地合理及合法使用哦。那高雄县原高雄县的部分有许多未登工厂，那其实县市合并以后，我们都积极在办理未登工厂的那个辅导的工作。那到目前为止呢，总共有1578家来申请，那已经核准了804家，那还有419家在审核中。那因为立法院也对这一个题目非常的关切，所以接下来整个工厂未登工厂的辅导合法化，包括专区的部分，会是本局重要的业务推动内容。那接下来再跟各大会报告有关于市场的部分了。这几年我们市管处的成效算是相当的不错，那包括在整个营运改善的部分，我们已经对硬体的部分挹注了1亿1000多万，那改善的共有市场有79场次，那民有的市场的部分也挹注了1600多万，那改善了33场次。那在下一页，那在市场活化的部分哦，我们估计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把几个市场用地标注给业者，或者市场的空间标注给业者。那依据我们的签约的内容，在契约期间预估市库的收益可以增加2亿元。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下一页，高雄市的那个刚才简局长报告到，高雄市的畜餐在上一个年度是全国第一名了哈。那其中有2项。那有一项是有2项经发局的业务，那有一项是市管处的业务。那市管处的部分基本上是我们旗津道酒店的这一个案子，在除了他获得在政府的部分，经发局获得第14届的民间参与公共建设金箔奖的政府机关团队优等奖以外，那在民间单位也得到了民间参与公共建设金箔奖的优等奖。来下一页。那接下来跟大会报告有关风灾修复、水电修复的作业，因为这一段时间，包括在市长的施政报告里面，很多议员关心这件事情。就9月份2个台风，那首先跟各位报告就是有关于复水的工作的部分哦。2次的风灾，事实上复水的停水的主要原因，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停电，就是不管是集水厂的停电，或者是加油站的停电。那原水浊度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是透过南化水库的供水 来做一些资源供应，那都是因为电力的关系，所以在这个资源供应上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已经在水公司有提案，就是在重要的供水系统上面
应该要增设紧急的备援供电系统，那每个加压站应该要有增加发电机。那在净水厂的部分，现在大概备援发电机全部都已经做了。那加压站的部分，因为有些加压站我们可能在路边看到一个自来水的设施，大概就是简易加压站设施，那这个都已经跟民间业者去将会签订那个发电机的开口合约哦，让我们的供水能够比较稳定。那除了这个以外，管末的部分如果停水的时间稍长，多多少少都会遇到那个给水的不足的问题，所以我们都已经跟水公司协调好，就是有关于临时加水站的设置，我们会来加速进行。那尤其是跟里长配合，就是怎么样把一些加水的设备，如果能够把它简易化，然后跟里长来做配合，那未来在需要真的有水车供水的时候，它的速度会加快非常多。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九月份的两个风灾，事实上对高雄的电力供应大概是史上规模创伤的规模最大的。那它大概有几个部分，我想说在这边也跟大会做一个说明，就是说它事实上用电的修复它有两个顺序。第一个顺序它是它一定从变电所开始，经过主干线、分期线以及低压线到接线的用户，这个是自然的条件，就它供电一定要把上端，就是说你一个家户停电，你如果你的上面的那些主要亏线没有修理好，你修理好，你家户的用电是没有办法供电的，所以它有一个就是依照就是现实的状况，它有一个修复的顺序。那至于各种不同的用户，它也有一个修复顺序的排序。第一个当然是国防军事设施，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灾害应变中心，接下来就是公用事业，像自来水，那以及医院跟民众的卫生系统，那最后才是民生跟工业用电，路灯一向都摆在最后面。那安全面的部分就是有些电线如果横跨在马路上，这个当然要优先排除。那除了这一个顺序以外，其实我们已经跟台电公司开了三次会哦。那有几个重要的事情要解决。第一件事情就是台电公司事实上也发现说我们有些脆弱的配电线路，那需要地下化，那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工作。第二个工作就是供电线路的安全巡检工作，就是说有些供电线路如果已经老化，那个要提早在台风来临之前做一些好的巡检工作。那最后一段呢，就是我们很多议员也会关心，就停电的时候会关心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的主干线跟分级线这些重要的馈线如果已经修复完，一定会有一些散落在区里里面重要的一些零星的停电户，那台电公司可能也没有掌握到资讯。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用台电的各业务所业务单位会跟区来做一个协调整合，进行这些零星的用电户的复电作业。那我们是希望在用电在资讯的整合上面速度能够更快，让整个修复的速度能够加速。那除了这个以外，当然我们也会跟区公所做讨论，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电线要复电，它会牵涉到一些障碍排除。那这些障碍的排除，事实上不见得需要用电的专业人员来做，供电的专业人员来做排除。那如果也协调来做排除的话，那对于复电的效率会有大幅的提升。下一页。那另外一个就是管线管理的部分啊，大家从这个统计图表上面大概可以看到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蓝色的部分是通报次数，那我们很清楚知道在八一七报之后，整个蓝色就是通报的次数事实上开始往下走。那另外一个红色的部分有两个轴哦，一个轴是我们出勤，另外一个轴是研判确实有外泄的可能性，好，就有测到 VOC 这件事。那 VOC 不见得完全是管线，有的时候是有一些那个下水道里面的也会有这种状况。那我们会发现说，第一个通报的件数在减，第二个就是整个执行作业跟通报判断，其实它的准确度是越来越高的，就是到了现场确定是有状况需要排除的那个百分比是在提升的。来下一页。那在既有贡献工业管线维护管理计划的状况，就去年六月份我们自治条例审查通过以后，整个状况哦，就如这个简报所示，目前呢我们有14家厂商，那总共有75条管线，总长度是955公里，那这个公里数其实下降了非常多，仅仅少掉343公里，又少掉将近三分之一了啊。那就原来的四分之一了哈。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那个非常关心的，就是本市14家既有管线、工业管线的业者，都已经在今年的9月7号完全的涉及
在高雄，也就是符合我们自治条例的规范，在今年十二月三十一号以前已经完成涉及高雄的工作。下一页。那接下来我们在106年度的管线审查作业已经开始在进行了。这一次的审查作业大概有三个重点，第一个还是最关键的，就是安全文化的建立。所以我们对于建立一个权责一致的一个管线管理单位，还有加强那个安全文化，这个是我们重要的检验的维护管理计划审查重要的标准。除了这个以外，还要我们会确切掌握业者对于 IP 检测结果 ，IP 检测结果就是管线的壁厚，管壁的厚度的检测结果，还有掌握管线第三方验证的成效，这是我们今年三个重要的审查的方向。下一页，再下一页。我们工作推动主轴大概有三个了，首先跟大家报告的就是会展产业。那会展产业其实从我们的展览馆开始正式营运以后，我们会发现说，我们的会展业是持续呈现一个上升的状况。那我们希望在我们今年2016年大概估计的国际会议跟展览大概是110场，那是在持续的成长当中。那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年呢，有更大的一些突破。那下一页。那另外一个是大家都知道，九月初我们办理了那个全球港湾城市论坛哦。那在全球港湾城市论坛的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来了相当多的国际港湾城市。那这里面呢，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成果，包括像越南的海防，希望跟高雄市做直航的工作。那巴拿马我们签署的姐妹市，缅甸的仰光哦，是我们有请他跟我们一起，包括亚洲的高中生交换学生计划都在建立。那持续的，尤其是仰光后续的一些合作，我们其实持续在推动。那针对印尼的雅加达以及棉兰，我们有针对渔业协定，还有包括棉兰的港口建设，都进行了充分的意见交换。这对我们在未来在推动西南向的工作上面，都有一些具体的落点哦，可以做执行推动的工作。那整体下页，整体的成效大概就由这一页简报来做呈现，大概有4000人次与会。那我们这一次有那个19场的观视拜会哦，那有25个国家、49个城市参与我们的这一次的港湾城市论坛。那港湾城市论坛的经验，其实也转化成我们有一些我们在推动西南向政策的时候，因为尤其是跟东协城市的一些互动，我们发现在城市治理上面，还有我们很多的一些产业，尤其是正在要加速工业化的国家，它的一些产业的发展，其实跟高雄，我们这个拥有比较庞大传统产业的城市，事实上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可以交换跟互相合作。下一页。那第二个主轴是有关于创新政策这一个部分哦。创新政策事实上现在非常的流行，那不管是政府或民间都在大力推动当中。那当然如果循着西方的模式，事实上主要的创新政策都是由民间在推动，我们所谓的天使基金等等，基本上都是民间，尤其在矽谷都是民间扮演的角色，政府是角色比较少，但在台湾这个状况比较特殊，所以政府有一定的角色。那在这里面呢，有几个事情呢，我们会在创新政策上面对于还没有成立公司的一些新创团队有一些协助哦，包括招商落点、天使基金，我们跟国发会的天使计划有合作，还有创新团队进驻创客的 Coworking Space 的使用等等。那另外一个部分，来，那在具体的空间上面，第一个是我们的在博尔的8号仓库里面有一个 M Zone 哦，那目前是带动 Maker 的一个文化的发展。那我想几次的活动都有相当多的议员参与哦，我想那一个地方对于我们全国各县市来讲，很多县市政府都有 support 在做maker space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我想高雄市选择的地点以及选择的团队跟办理的活动，事实上都算是在整个各县市里面扮演这个 maker 运动的推动上面，算是一个相当有成效的地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 DAGO 数创中心。那这个数创中心呢，今年已经满4周年了哦。那在这个4周年来，我们大概有34个厂家进驻，包括进驻跟离驻，那已经创造了570个就业的机会。那同时呢，它也跟日本、跟荷兰、跟马来西亚的不同的青年的创业中心签订了很多 MOU， 也有人才交流的计划正在进行。那也有像日本的公司到这一边移地
开发的工作在我们这边进行，所以它是一个整合式的一个青年的创业的一个聚集的所在跟中心。那这一个部分的推动呢，我们原来只有盐城示范市场的三楼，那今年呢，盐城示范市场的二楼整修完毕以后，也开始陆续开放 厂商进驻。下一页。这个部分资料跟大会报告，就是有关于产业园区报编了。产业园区报编有两个轴线，第一个是民间自己报编。民间自己报编，我们现在高雄市大概目前是累计已经核定了11案，总开发面积有183公顷，那还有3个案子正在审查当中。那这一些投资案总估计起来投资金额是220亿，那预计的年总产值会达到464亿。下一页。那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已经报编完成正在施工进行公共设施工程的，就是合发产业园区。那合发产业园区在去年的12月4号正式开始动工，那目前呢，公共工程已经都在执行当中。那上个礼拜六已经有第一家厂商进驻开始动工，那明天会有第二家厂商会开始进驻动工。那个我们也预计在12月份会针对除了之前预登记的厂商以外，开始正式对外接受厂商的那个受理厂商申购那个产业用地的一个工作。下一页。那至于另外一个就很多议员有关心的，就是所谓的人物产业园区哦，就是在那个国道10号旁，未来预计国道7号交汇的这个交流道旁边的一块地。目前呢，我们已经正式的在进行那个产业园区报编的作业。那这一个园区它相当的特别，它虽然是台糖的农场，但是它里面交杂非常非常多的私有地就是这个私有地的处理以及如何跟台糖公司有效的合作，还有开发的范围的确定，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那无论如何，我们要克服这个工程，因为就仁武这一块的产业发展来讲，这一块园区的开发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希望说这个园区未来能够扮演一个产业转型的一个产业进驻的一个角色。下一页。接下来最后有几个主题是我们现在在规划推动的一个业务那有些已经在执行中，有些是在跟中央政府做讨论中，我在这边一并跟大会做报告。那首先是有关于南台湾跨领域的计划，这个计划在5月16号，经过科技部、还有经济部、还有中山大学工研院，我们在中山大学有做了一个挂牌的动作。它基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将我们科技产业的能量导向我们的传统产业，让传统产业在升级转型上面，不管是在技术方面或在管理方式上面，能够走向数位化，能够走向智慧生产。这个是整个的大方向，所以我们选择了几个发展的领域包括我们将科技业的技术运用在农业上、金属产业上、医疗器材上以及海洋产业上面，这边来共同做推动。那下一页。那除这一些领域其实需要一些除了技术以外，需要一些其他的外在的条件来做协助。重点在于说，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包括创新创业的一些 ecosystem 生态圈其实是比较完善的，相对于南台湾包括创投公司也大部分都在北部。那我们希望能够带动南台湾的一些创新发展，那我们会做几个重要的工作。第一个，我们会希望未来我们能够成立一个专职的行政法人来推动这个产业转型的工作。第二个部分是国发基金跟天使基金的投资，这个部分我们会争取国发会的支持来做这样相关的工作。那天使基金的专案办公室也有人在跟我们打call，已经做合作跟对接事实上也陆续在进行这些工作当中。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说南台湾的生产模式能够有一些创新跟转型，那这个创新跟转型也要符合到我们现在整个教育的发展以及人才训练出来的发展方向，能够带动整个产业的高质化，以及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投入技术含量比较高的知识含量比较高的生产事业当中。下一页。那第二个部分是体感科技那这一个部分呢正在跟中央的部会做沟通跟讨论。我们
大家都知道，就是说高雄的文创事业里面有几个重要的企业，包括智威等等在内，这个呢都是未来在体感科技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企业。那尤其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包括是 VR 还有 AR 这些相关技术的发展，对娱乐事业等等一些研究产业的发展会是一个重要的技术。那我们希望呢能够把这个技术把它应用在相关的一些体感的事业上面，所以我们目前是正在研商怎么样在高雄成立这个体感科技的聚落，那以我们的亚洲新湾区为据点。下一页。那第二个部分是智慧城市大家知道智慧城市这一个题目其实从去年开始有非常多的讨论来针对智慧城市未来的发展进行很多的研究，也提了不少的计划。那在本府事实上比较重要智慧城市的统筹机关目前是研考会，那经发局比较重要的面向是怎么样透过智慧城市这一个主题的推动，然后来形成一个有关于智慧城市的聚落。那我们认为最关键的大概是在资料收集运用的共同持有这个部分，就是能够有一个资讯的交易平台，那是由政府公部门出面来协助整合的一个资讯共用平台。但是这个跟行政院最近新的那一位年轻的政委唐凤政委提到的，就是我们要能够把不管是 open data， 好，现在我们在处理 open data 的事情，未来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应用就是资讯的应用借接这一块能够把它开放出来，就是所谓的 open API 这一件事情。那这需要一个整合式的平台来做这样的工作，那这是一个产业平台发展产业发展平台的一个工作，这是经发局会主要着重的。下一页。那接下来的两页简报呢是有关于我们整个高雄就是既有产业转型的一个重大的议题就是我们的关于材料跟石化产业的发展的部分。那我们知道说材料的产业，因为你要把它从矿变成材料，实际上它是一个相对耗能的产业，不管是金属也好或者是石化也好，这个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产业。那在过去事实上我们常常在讲，就是高雄负担的这个国家发展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那有很多的污染等等留在高雄市，那经过产业的转型，我们跟发展速度比较快的一些科技产业都没有办法落点在高雄，但现在我们可能有一些解决的可能性跟方案。那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循环经济这件事情，这个概念的提出，那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在执行这个工作，那尤其像最近的很重要的一些周刊都报道了像荷兰等等的例子。那循环经济基本上是一个经济社会环保这三个面向共同组合的事情。那环保这一块就是减排减废，以及让很多生产事业的废弃物能够转化成别人的资源，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那这个工作有两个问题要克服，第一个问题当然是技术辅导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让所谓的废弃物能够资源化，这需要一个媒合的平台。所以在循环经济这一个面向上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希望能够去打造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做技术辅导以及媒合，就是资源媒合的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工作。那我们也在推动这个工作当中，我们也跟国内重要的法人已经针对这个题目进行了讨论，已经将近两年的时间。那最近循环经济已经确定提到行政院重要的一个接下来重要的推动计划里面，我想明年度应该有相关的预算会来筹划这样子的一些工作。那我们当然希望循环经济的一些相关的发展能够落点在高雄。下一页。那除了循环经济以外我们大概看得到说高雄的产业轴大概就是沿着我们的高速公路跟台一线这两条主要的公路发展。那在南边都是比较重要的基础工业，那在北边开始慢慢有一些科技产业在。那今年度比较重要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的高雄炼油厂已经正式停产，那也腾出来了一笔相当大的土地。那这样子的一个土地未来能够怎么开发应用，能够符合我们环境转型正义
那也能够带动高雄未来的产业发展，或是我们最重要的课题。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三个环。第一个环是，我想之前不包括都发局也好，或者市长在我们的施政报告里面都有提到，就是大林埔的前村案，这个是我们要积极的来推动的工作。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既有的一些产业园区能够开始逐步来推动循环经济，减少排放，让废弃物能够变成资源再使用。那除了这两环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台湾的材料产业。就我们几乎所有的产品都需要材料来支撑，那主要的材料大概两种，一种是金属类的材料，一种是非金属类的材料，大部分都是化石燃料石化产业所提供的。那这两个材料未来都要朝向你的品质更好，生产的过程更环保，以及它可能要更轻量，来符合接下来未来包括像电动车等等这些车辆载具要轻量化的方向。所以新材料的开发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发展的方向。那我们希望，我们也在推动，也提出了这样子的主张，希望我们的新材料跟循环经济的一个国家级的研发的中心能够设在高雄。那目前我们认为适合的地点可能就在高雄炼油厂，在左营那个地方，让空出的一块产业能够有一个新的有未来性的一个产业能够补进去，这是目前我们最主要的规划方向。所以整个高雄的比较既有产业的转型的重大工程大概就是三项，一个是大林埔的工作的推动，大林埔计划的推动，循环经济的推动，以及我们国家级的新材料及循环经济的一个研究园区的发展，这是我们接下来非常重要努力的一个重要目标。那这是以上这个会期的简报，谢谢大家。好，谢谢经发局曾局长的业务报告。接下来进行财经委员会议员质询，首先请郑光峰议员发言，时间20分钟。谢谢主席邱君炫议员。那首先我要大概要请教一下，就是有关高雄航空货运园区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位在中安路，也就是大鲁阁现代一个园区的对面这里。我想这个地方也因为大鲁阁今年的开幕，其实大家很惶恐是，它的交通会不会造成很大的打劫？那其实后来大家好像也多虑了，不过又多来一个叫做高雄航空货运园区。那局长，我是这么想，就是现在有的话就是 ABCD 这四个嘛，这四个应该都是特仓区，就是它都是特仓区嘛。那天我想我们交通局也安排跟地方的里长做一个会面，那地方里长其实也相当的反弹。那反弹的原因很简单，是其实这个地方也刚好就是货柜专用道路的有一个匝道就在那边，另外就是说中山路再往中安路这个地方整个往左转，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很大打劫的一个地方。那局长，我是要请教是说，在所有这个 ABCD 我们其实都很乐见这样的一个高雄市产业的转型，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开发跟发展。那里长在乎的是现在攸关这个地方的交通的问题。那我想这个地方是其实是一个多局处的相关的会诊。那我要讲的只是要跟局长讲说，特贸区的开发我们乐观其成，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高兴。那地方的民意也非常的跟我反映是不管是未来，我想总咨询里面会特别我在跟都发局来做一些讨教，就是未来从博爱路中山路转中安路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把路再往这个路可以拓宽，然后因为现在的所谓 A 区要移到 D 区的，现在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停车场在整个移到 D 区，所谓的现在的中安停车场。所以当交通局跟地方的里长做沟通的时候其实相当的反弹。那我要讲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局长这边当特贸区特仓区这边开挖的过程当中，我想包括很多的单位，当然还有交通局，还有很多的单位，是不是好都发局的这样的整体开发的时候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地方的交通啊内置很大的考量。
很大的考量。那我觉得那这地方包含的说这些的真正符合都市区计划使用用地的停车用地或者货柜用地也好，其实是我上次有跟局长讨教，就是还是蛮缺乏的。所以当这边把它做一个规划之后，我想这个议题局长你可以不用回答，不过我是觉得这个议题我要强烈的建议说，这个规划里面我们必须要说这个整体的考量跨局处的时候，局长希望能够把它慎重做一个考虑。那我想在总咨询里面也要特别把这样的一个议题能够让市长把这样的议题能够跟市长做一个具体的建议，让我想这个一定要让他知道。下一个问题是，我想现在的地价税全国在燃烧，那其实这个议题其实是两难，就当然大家一个地方政府这是地方税，那每一个地方政府的涨不太一样。局长这个有没有可能，因为很多的好像是宜兰他要打折，那有些 有这样的考量，那有些像台中市有人去跟市长他的官邸好像丢鸡蛋，这样的一个当然是不理性，不过这反映出说大家对这个影响到马上要拿钱出来，这个好像是掠财的这样的一个政府的行为，我觉得听起来是有一点很不好。那我想一个政府单位当完全执政之后，这样的我觉得高雄市这边依局长的观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要做减税的必要，就打折或者任何措施的应变。好，局长请回答一下。好，谢谢召集人还有谢谢郑议员。我想加一点税人民的感受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理解。那目前刚刚郑议员提到说要打折是桃园市提出来了，其实行政院也正式表示说这个税除非修法才可以打折，所以没有打折，所以他抵触到中央的法规。对，因为税制税率都是中央定的，是那我们在执行面，我们从便民服务还有疏解民众的压力，我们现在采取两个措施啦。一个就是我们原来规定9月22号之前，所以核定之后这个就是西抵押给就对了。对对对。好，那局长先请坐。好，我知道。那我想要请教一下高瀛的方总经理哈。好，对不起，我想尊重你的专业，就是今年的房市啦，就房价哈，这里面的地贷款的陈述有没有比较保守的因应？就是说我今嘛不来，我较早可能我们房价在房屋非常热络的时候，可能贷款的陈述说我那七成给你。那现在依我们高瀛的现在的状况，现在的景气，房价到底现在你觉得会往持平下往下，然后还是会在往哪个方向？依你的专业。现在银行里面，我想观察最敏锐。我想回答一下议员哈。对。他说房价大家都知道是，最近几年不是非常好，是不是往下走的？往下嘛，对不对？往下走。那基于我们银行的一个贷款陈述的部分呢，因为价格往下走，所以我们陈述是没什么变的，都还是七成的市价的七成，但是谨慎评估啊。那假如说是自用住宅这个部分，最高可以达到80%的。好，总经理请坐哈。谢谢。我想这个是一个背景哦。那我要问的是说，房屋税也接着要来了。好，局长，房屋税103年，我们大概每3年要做一个调整。那当然在这几年当中，可能在房价的这样的涨幅当中，大概去年都考不好，就是一个 peak 值，就一个比较高的值。那未来可能这刚刚总经理也提到，我们都会感受到房价应该会略略持平往下。局长，因为这个汇率定了之后，精修的刚刚就是没有办法就去跟动，所以我在这里也要跟局长建议是说，明年应该是做这样的一个定价嘛，这是房屋税的定价，后年才征收嘛，后年才开始征收这个房屋税嘛。好，那局长，如果是这样的话，房屋税的未来，我们的局长，我在这里要跟，我想高雄市民也好，未来的房屋税跟地价税这样的调整的幅度，依你的看法，会不会比照地价税这样大的幅度？跟郑议员报告
我们这三年房屋的限制要调整啊，对，规定法律规定三年，上一次是103年，对，那时候因为相隔20几年没有调整，所以我们103年房屋限制，我们大概平均调了81%。81%，对，房屋税，房屋限制，对，限制是按照工程的造价，我们高雄市的建筑那个造价，因为20几年没调，调了81%，那明年又要调，那明年调，当然我们会刚刚曾言的意思我听得很清楚，现在房价这几年是好像往下走，其实要看区段了、啊。我们黄总经理讲的是一般而言啊，有些区段还是上，那我们还是会考量实际，因为事隔103年才3年啊，我们会参考就三年来的这个造价，主要是造价、啊、有没有变动来做。其实我是还蛮担心说未来这个房屋税，可赶快平均要涨幅大概3%以上哦，这样的话真的是雪上加霜、啊。不会啦，不会有3%这个问题啊。那我想这个问题因为还没有发生，明年就要做这样的一个措施的调整。好、哦，请坐。另外一个，我刚刚听到这个烟酒茶器烟酒烟，那我在这里肯定这个单位哦。那但是我比较好奇是，第一个问题是，大家都想要来高雄家。哦、我们虽然绩效第一名，相对是觉得说我们高雄市搞不好是走私烟酒最好的一个城市、哦、我相对我的想法可能会这样另外一个思考。那我要问科长、哦、内酒这个私酒哪一个品牌最多，你查气到这个内酒私酒哪一个品牌最多，麦卡伦或者什么类似这样的哪个酒最多？对，因为我去年度为了这个好像跟你们局里面就科里面好像就是在讨论这个业务，因为我比较好奇是查气到的是哪一个酒牌最多？不好意思哦，这个查气到那个烈酒比较多，大部分都是高粱的这一部分的烈高粱酒是不是？高粱酒那个品牌不是金门的，就是比较类似跟高粱酒是类似的啊，它这一个酒品大部分都是低价的。譬如说他烟酒税，他烟酒税就100块，但是他卖199，像这种低价的酒品我们都会去抽验，那验出来如果是说他有可能是逃漏税，有可能是比较劣质的酒品，我们抽查劣质酒混冲是高，就是比较品质好的酒就对了。對，那来自于哪里比较多？这个我们全国的制造业酒制造业都有。没有，是我们自己台湾自己去台湾做的，对吧？对，我们台湾，我们台湾仿冒就对了，也不是仿冒，它是比较属于第一个就是我们逃漏这个烟酒税，那第二个就是说它不符合国家标准的食用酒精来制造的，啊，这个酒品都是比较低廉，所以这个酒里面高粱酒最多，高粱酒第二个品牌，第二品牌就像威士忌这一类的威士忌。威士忌那么便宜，威士忌那是哪一个品牌？这个威士忌有很多品牌啦，这个当然很多品牌，我比较好奇、啊。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什么麦卡伦这一类的，一般品牌他们有些品牌。科长，你这个资料给我，我是觉得很好奇，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当初要这样的坚持说，你科里面一定要好好去查起这个酒，果然我觉得这个绩效就会出来。那当然，我们不是在谈说怎么去查，而是说这些酒如果流到市面，对国人的健康其实是相当伤害的。那把这些资料，我想一份资料，那烟呢？查到的私烟哪一个品牌最多？私烟是我们那个大部分都是走私的白牌，自创品牌的走私烟品。自创品牌。自创品牌。譬如说什么自创品牌，譬如说是 MM 的，我们九月份抓到的很多是 MM 自创品牌进来的，还有风，还有 Asahi 的很多品牌，那个自创品牌就是说它是以少量进口，这是别的国家进来的吗？不是，是我们自己，它是从 国外进口少量，然后从外面从菲律宾这边有渔船走私或货轮走私进来的，那个是蛮多的，等于是说少量进口大量走私，它是合法的，所以这些包括烟或者酒都要把它销毁掉的，全部销毁。
对啊，好，给你一个公开的肯定啊，请坐哈。那另外就是讲到就是有关新草芽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其实非常肯定，我觉得当明年把那个5年的使用征收补偿这是经费寄出去之后，我觉得陆陆续续青草芽我们这边的市民哦，他应该会感受到说我到底要不要抉择，要不要我真的要不要买的。那当然其实也有很多的个案，这些个案有些刚好我这个土地我明明可以跟隔壁的这样的一个土地合起来买，可是呢中间弄了一个我们公有的水沟。我想很多个案我们财政局吕科长我们也有跟他会看过，其实很多的个案都是我们当初在设计这个条例的时候没有办法去说理解的。那比较重要的方向是我们最近国宅的用地解编，那国宅建地解编就是包含我们新草芽那个地方，当初我们在做这个新草芽制定这个新草芽自治条例的时候，我们当初也有在讨论这个国宅用地到底要不要列进去。那如果国宅用地现在解编了，相对它变成是一个国宅，不是国宅用地，而是好可能住宅区了。那局长，我们在这个自治条例里面啊，如果它已经变成住宅区了，我们有没有要去做这样的修订，把现在的新草自治条例把这一块也纳进来？因为我想很多现在住在国宅用地的居民，他也希望说能够这样的做一个解编，还有把它纳入这个自治条例里面。好，局长请回答。跟郑议员说明啊，其实我们自治条例写得很清楚，因为国宅用地是公共设施用地，对，所以国宅除外。如果解编的就不是国宅，对，也不用修法。就是这个只要范围内就对了。对对，我们那个条例写的那个范围内，对，就适用了。对，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是，我想跟都阿局那在都阿局的部门咨询，我也有跟他请教过，我们的安置住宅，我想承办的主办单位是财政局，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安置住宅以都阿局的立场举棋不定，我只觉得举棋不定，因为他有基金可能来盖这个住宅，那地方的民意他也做了调查，本席的认为是到底要不要，因为自治条例只有5年，我们眼看1年就过了，如果真的要规划去做安置住宅也好，恐怕我们在做花苞了什么，大概又2年过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局长这边依你的态度，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主办单位还是在财政局，你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明定，我到底要不要做安置住宅，或者说我们可能在现有的哪个地方，譬如哪个地方你可以去做这样的安置，然后当我们盖完之后或者怎么样的方式，这个机制因为在这个条例里面就明定做这个安置住宅，那也有钱来做盖这个安置住宅，局长那这个到底有没有要明确？跟议员说明啊，其实您刚刚有提到自治条例里面本来就有这样的规定，就是有必要的时候政府需要做安置住宅的这个措施。那事实上在市政府方面，我们的那个基金其实这几年陆陆续续也都编有预算，对，预算都编了，到目前已经编了8000多万在那边，我明年还是继续编。现在问题是我们经过我们财政局逐户逐户去调查，目前的需求还不到要盖的地步，如果达到要盖的地步，我们会把这一笔钱拨给都发局去盖。我在想局长，我在想，因为自治条例如果是因为他买的势必未来就是要5年内大概一下就过了啦，那包括我们如果盖设计跟盖，我倒觉得就是说明年底总是要有一个定案，因为这些的当很多人要去做这个买卖，明年我想明年度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那未来很多人的需要他会去越来越多的询问，包括很多不同奇奇怪怪的个案都会跑出来，那当然那些地方的弱势的低收的，我觉得他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需求他真的是希望我们帮他盖一个安置住宅去住那吗？我们觉得都不见得，而是说到底配套在哪里。我跟都阿局曾经跟他说，
你哪个去这间厝，我都爱搞一个管理制度，类似现在的国宅，那一大堆又另外衍生。本来这个自治条例好的地方，又另外衍生另外一个安置的问题。所以局长，我是要跟局长建议是说，在这个自治条例里面，我们财政局，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从服务层面，从整个法规面里面，地方的这样的环境都很好，而是把如果把安置的部分，还有他。我刚讲那个国宅的部分，我想会很周全。那明年的这样的五年的使用征收那个使用补偿金，再发出去之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启动机制会更加快这样的很多人购买的意愿哦。所以我还是会建议说，在这样的一个安置住宅里面，局长里面可能在内部里面整个这跨局处讨论的时候，应该要有一个有所本，而且让地方的里长让我们很清楚说。啊，你若真正要买，还是你要买？因为这部分其实都没有几名，都是麒麟地，当然他也没有什么钱啦。所以在安置的部分，对他来讲，生活上最息息相关就是他居住的地方。好，所以局长，我还是这样很强烈建议说，这个安置的部分能够跟都发局能够有一个一致的步调，能够把它很快的去快速说，我们的确。在安置住宅里面，我们需求是怎样能够提供这安置住宅，或者跟里长做这样的沟通，好吧？好，我跟郑议员说明哈。对，我们自治条例五年的期限是有关这个范围之内的申购的各项优惠是五年期限。对，这个安置只要五年期限一启动，并没有五年期限的那种安置住宅的部分就对了。哎，对对对，好，那我所以不用担心说五年内没有怎样就不会，该安置我们政府还是会安置。OK， 好，好，谢谢局长哈，主席我问到这里，谢谢。好，谢谢曾光峰议员的咨询，我们先休息五分钟。